We cover the most exciting trends of the world and the most inspiring culture stories of today, capturing hearts and minds. We begin today's program by meeting a Chinese artist who has adopted an innovative approach in the realist techniq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known as Gongbi. This graduate of China's most prestigious art school,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Beijing, specializes in layering and creating spatial illusions with his works. He says he wishes to invite the viewers to interact with his paintings and hopes to stir up emotions and imaginations. Let's take a look.我叫任立汉，我是1993年生于陕西滨州，我画工笔画已经画了有10年左右了。工笔画是中国画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特征呢就是比较工整、比较细致。我的画呢主要是以人物画为主的。 我觉得我的作品其实东方特征很明显，它具有一种神秘感，有禅意，有那种空灵的感觉在里面。我画里面这些形象其实是对一种比较智慧、比较清静的一种状态的追求。现在大家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都挺不自由的，越不自由其实越向往那种感觉。这个是贾屏风系列里面最大的一张，画的一个竹林七贤的一个题材。这四块金色其实是屏风的背面，它会体现一种前后关系。 其实我是通过这个系列再探讨空间。你看，我把三维的屏风给它压缩了，就改变了这个画框的外延的形状。我的灵感是来自那个重屏会棋图，画了两个人在这下棋。这两个人的背景还是一个屏风，后面又画了一个屏风，有三重空间。那这种空间上的错觉，其实能让 观众更有参与感，或者是跟作品有一个更好的互动。这张画是我的另一个系列，它是双层的，这个上面是覆盖的一层很薄的绢，这个底层和上面的绢大概有个2-3厘米的厚度。它也是另外一种观看的方式吧，因为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张画，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现代绘画其实 更多的是要跟观众要互动起来，要激发观众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情感啊、想象啊，这样才比较好。我不太刻意的去强调绘画中的这个语言，比如说线条啊、色彩啊，我更强调这个画面的整体的气息和感觉，这样的话就是更自由，因为我画的过程中可能会用到一些 传统的工笔技法不常用的手段，这个鼓琴很有意思。我是参考了他们制作真的鼓琴的那个工艺，你看它这个琴是有立体感的，包括这个琴弦是可以动的。其实我底下是用贴了2层纯金的金箔，后来我觉得这个金箔太刺眼太亮了，我又用了自己从敦煌收集来的敦煌土，把这些金全部给埋掉了。 现在只能透出来的只有一点点金，它就像历史中的某一个闪光点那样，露出来一个角就足够了。有很多影视圈啊，或者是潮流圈啊，这些很多人都很喜欢我的画，他们可能觉得我的画可以给他们一些灵感，当然我也能从他们的这种，你比如说影视啊、媒体啊这些新媒体艺术 从这些里面吸取一些灵感，然后这些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些参考的素材，经常看这些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舞蹈摄影，还有这个服装设计，还有这种游戏的人设，包括这种西方的雕塑，也很有参考价值。即便是你是学中国画的，
啊，我们考学的时候也是要学习西方的素描，要学透视，要学医用解剖、人体结构。我觉得其实并不矛盾。你像我这个飞天这个形象，就有西方的造型技法进去了，用色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的视觉已经不满足于，那几种颜色了，可以更大胆一点。但是它毫不影响我画的是一个东方的飞天，不用太在意用的方法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这都无所谓。你想要表现的东西是东方的东西就可以了。